喂，蓉蓉啊，你最近和夏齐轩怎么样了？前些天我还听齐轩说要和你求婚来着。求婚？夏齐轩怎么会这样说？哼，看吧，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夏齐轩动作很快，隔天就带我来婚纱店试礼服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这样还挺好看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快去试衣服吧。如果你家的婚纱质量好，我可以考虑长期合作。苏荣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方雨桐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蓉蓉，你听我解释，夏齐轩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一切都是……方雨桐。我以为经过这次教训，你会学乖一点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自不量力。夏齐轩，你以为你的手段又能高明到哪里？今天的事情我不追究，但是，如果再让我知道你对苏荣有什么企图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哼！老板，这是我的辞呈。为什么辞职？对待遇不满意？还是工作不愉快？不是的，公司很好，是我要结婚了。啊？结婚？和谁结婚？是夏氏的夏齐轩，到时候如果你有时间也欢迎来啊。夏齐轩？算你厉害，不过到时候齐轩啊，你父母大概什么时候过来呀？妈，对不起，昨晚美国突然起了台风，所以他们取消了航班。哦，这样啊。苏荣，再来一杯。还来啊？晕，我不行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嘿嘿嘿，夏齐轩，准备迎接我给你准备的大礼吧。难受。老婆，你要不要洗澡？老公，苏柔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干嘛呢？怎么都看我？吃饭啊。蓉蓉啊，我的乖女儿，就这么咒别人的了。蓉蓉昨天累坏了吧？起床的时候还浑身疼呢。看来新女婿很有干劲儿啊。你和齐轩好好度蜜月，不过也要注意一些，别太露骨。哼，老妈说什么呢？晚上洗澡的时候，我算是明白老妈说的话了。夏齐轩！不久之后，我和夏齐轩开始了蜜月旅行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最终会走向何方，但是现在，我们的手牵在一起。